地震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真的、欸，看地震超大哎、欸，看地震超大，靠背，那还要玩吗？还可以玩吗？还在摇哎，还要玩吗？还可以玩吗？我的队友那边是不是没有发生地震？是日本的朋友吗？啊，好像变比较小了。好，应该还可以。新卷宝刚也摇起来，新卷宝刚摇的一个不得了。快点啊！哦，救命！正央花脸太可怕了吧，刚超爆摇哎、欸！哎呦，都是地震啊，摇屁摇哦！秀多说甘草的喉糖真的有效，小小喝的啊，那我要去买，要不然我这样算吃这个利口乐觉得还不错，但是觉得就是还是蛮像糖果的，老实说。哇，跑这么远啊！好，哎，好。新怪，先存个墨，清，这里一只，新怪 ，nice， 新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回头 ？Nice。Nice。哎，我刚刚应该看，其实我应该不用丢了，蛋够我就不用丢，浪费一颗大。每次都想到一心，只会觉得情况好像有点危急。死掉了，还有15秒啊！只剩一人，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哦 ，nice， 快走！哎呦喂！好，快跑！ nice。利口乐好吃，但效果不明显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又是涨潮，又是满潮。怎么了，小王子？你要吃饭哦？等一下哦。Nice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危险！Nice， 哇，打不完，摸快没了 ，Nice， 蛋哦，蛋不够哦，还没丢进。蛋够了，要送啦！哇，都是人。哇，完了，三颗，有，够。谁救我？Nice， 快点。哦，赞，哇！哇，我的蛋要被吃走了 ！Nice！ 赞！干发烈愚公，哦，赞！终于是退潮，晚上退潮。哦，赞！太
太赞了，太赞了啦！终于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这个很赞了。这个关卡一点都不 boring， 这个关卡最赞了，最喜欢这个关卡了。有一种完全没有大，完全没有 SP 的时候遇到这个关卡，那就只有开心而已。刚刚那个队友一开局就放 SP， 我真的是要笑死。太提早庆祝了吧！啊，把满路涂好。哇，他扣了两个大，太夸张了！刚刚那么紧急的情况，他竟然扣了两个大。哎哎哎！队友开始不积极送弹，超不积极送弹，我要笑死了！赞赞赞赞赞赞！哎，我们这现在几分啊？我们要六百分，我们要六百分了！各位肉粉肉圆们，见证六百分的时刻来了！赞赞赞！哎，该不会有那个吧？有没有？哦，赞赞赞！大家要来见证六百分了！赞赞赞！六百分来了！哦，赞赞赞赞！今天原本预设的这个目标就是六百分了哦，竟然拿到六百分了，好感动哦！战斗队友在做事啦。有啦，我有送弹啦！哦，赞赞赞赞赞！哦，看得开心，看得开心！哎呦，开心啦！赞赞赞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